之前我就已经有这个，神就已经有给我这个恩膏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我因为上班哈，上的没日没夜，那开的时候常常帮我祷告。那可是那开宇就常常帮我祷告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神要救我出来这个工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每天都做十几个小时，然后礼拜六每天还要做的，然后就真的做得很痛苦，每天都回去回到家都十二点钟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开宇就帮我在祷告，然后我最近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就。可是我这个之前我就已经有跟我的朋友讲说是，哎呀，我之前做得很辛苦哈，因为我相信神，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有信心，就是说我相信神会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只是还没到就是了，我是很有自信。那那天去的时候呢，其实何师母就站在我对面，那我就想说，我是不是应该找何师母帮我祷告一下，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。那那天呢，我真的是很不舒服，而且我就跟太平讲说，我实在很想回家了哈。我很早就想回家，我说我实在很不舒服哈，这样子。然后那师母就在我对面，我就想说，我是不是要请？我一直在，其实我在找师母祷告前，我就心里就已经想了很久了，说要不要请师母帮我祷告，要请师母帮我祷告。可是我很相信师母的祷告是很有用的，因为我觉得。我也听了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，不然的话这祷告是不灵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，所以我就还是就开口就请师父帮我祷告。那师父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当时就已经觉得说好很多了，然后后来过两三天之后，连续几天都好很多了，所以说马上就很见效，我就跟师父讲说。我说师母啊，我说谢谢你帮我祷告，很有用，马上就已经看到结果了，然后就